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我现在跟各位同学如何在影片上面加录音跟文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选小影啊，选中间那个小影，第三排的第二个小影。好，小影选好了以后，这个广告我们就等它跳过去哦，等它跳过去。好，那我们就按中间下面那个橘色的，按一下它橘色的，然后再按剪辑。按剪辑，那剪辑我们就选12秒的那个12秒，我们因为刚刚下载那个12秒的那个影片没有声音，那个12秒那个影片没声音的。好，那我们就选这个12秒没声音的影片。好，选好以后我们按添加，然后按添加，那我们就按下一步。好，添加这个影片以后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要来做了。那因为它有背景声音，所以我们选没有主题，这主题下面选没主题啊，好，选没主题，然后选第二个配乐，啊，配乐的部分，把声音啊，把它按一下喇叭，白色那个按叉叉，白色喇叭呢按叉叉就可以都没声音了，好，这样都没声音了，好，你可以播一次看看，它都没有声音，好，那弄好了以后，我们开始输入文字。那我们就按剪辑，那剪辑这边有一个第二个有个字幕，那我们可以在上面加文字，然后我们就按加文字，那就可以加那个上面有个动态文字，然后我们就按下动态文字，上面就可以开始写动态文字，那我们就写圣基亭的故事，圣基亭的故事。圣基亭的故事啊，的故事的故事啊，的故事，好的故事啊，按确定圣基亭故事，那我们可以把它拿大一点哈，圣基亭的故事，好，那我们就做好了圣基亭的故事，好，那按确定以后，那圣基亭的故事我只要一小小段就好，这前面这一段就好，那我就可以调它的这一段哈，我估计就前面这一段。好，那我再来做第二段，好，那按确定啊，打勾就确定，然后我再继续加第二段，啊，第二段，好，圣基亭，好，圣基亭，然后我在这边再按一下，大约有160年历史，然后再按一下，好，大约哈，大约，大约啊，大约有160年哈，输入资料160年历史，大约160年的，再写一下160年的历史哈，160年的历史，好，再按一下历史啊，历史啊，历史，历史，好 ，OK， 然后我们把再把它打进去，按确定，好，我们一样，那把它缩小一点，因为它长。然后我们选字幕选不一样的哈，选字幕选不一样的，好，选第二个好了，字不一样哈，字幕不一样，或是选不一样的字哈，不一样，按确定哈，按确定，好，按下这个我们不用这个字幕，我们按这个字幕好了 ，OK， 好，这样做好了以后，我们就按打勾，好，让它跑，好，那160年历史好就好了，它就会跑160年，我让它跑一次看看。大约有160年的历史。好，再来第三段，我们按停，按它暂停，然后我们再选第三段哈，好，再我们再选它，要输入文字，这边写一下，再输入文字啊哈，是非常有，是非常它是又称为啊，又称为静止亭啊，又称为。习之亭，然后称为习之亭，习之亭，然后我把它写习之亭，习之亭，好，都把它打好，习之亭，好，静之亭，都把慢慢把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好，静之亭，静之亭，静之亭，好，打好了，好，按确定，好，又称为，那字太大，我们再把它调小一点。又称为啊，打错字，我们再把它改它，改一下，又把它去删减就好，按确定。又称为习之亭、静之亭，好，那按确定，那跑一下，
又称为轻质艇、型质艇。好，按确定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我们再来打一个文字。好，最后一个打一个文字。好，我们就按这个打的文字，是非常有名的古迹，是非常有名的古迹。然后就打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古迹哦，非常有名的古迹，非常有名。有名的古迹的古迹就把它打上去啊，古迹啊，这非常有名的古迹就把它打上去。那按确定，让它跑，按打勾。好，那是非常有名的古迹，按打勾。好，这样就打完了，是非常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配上文字的故事啊。那文字都做好了以后，我们就按打勾。那我们就要开始来配乐啊，配乐，我们就照那个文字来练，照那个文字来练。所以照着文字来练，我们就可以这样练了哈。这我们选剪辑最下面的一个配乐，有没有？中间有个麦克风的配乐。等一下讲话的时候就一直按下去，按下去就配合这个文字来讲话。那我做一次给你们看啊，按下配音，好，配音。好，配音的时候，它等一下我轻轻按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橘色的。那你就按文字出现的文字跟着一起念哈。那我按一下看，它就开始走了。圣基廷的故事大约有160年历史，但又称为圣日廷、近日廷，是非常有名的古迹。好，这样就录好了。好，录好以后就把它打勾哈，打勾。好，那你就可以播一次看看了。啊，圣基廷的故事，好，那播好以后，好，圣基廷的故事，它就会把声音录在里面哦。好，那你就可以做花布，好，然后就这个有盖住的地方就按上一步，然后按绘出，啊，按继续，按继续，啊，按继续，四选480，它就绘出了啊，绘出了，啊。那因为我是在录音，所以我讲话的声音他没办法把它录起来哈，所以说两个会有冲突，好，两个会有冲突，所以他只选择一个录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就输出，那你这样就可以，那你就可以汇出啊，你看到汇出成功哦，恭喜，就成功了。成功以后你就可以到那个 Nightkeep 里面把它传到那个影片里面去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是完成了影片的制作，完成了影片的制作。好，同学可以练习一次看看，练习一次看看，然后就完成了这个影片的。